国民党现在说要重启核四公投，你怎么看？新北市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核废料，到底我们的核废料还要摆多久在新北市？国民党现在说要重启核四公投，你怎么看？国家分官设职，每一个职位有他的角色跟责任。中央在整个能源的配比上，要做好妥善的规划，让不缺电能够减碳，更重要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。所以中央的能源政策，包括核电，一定要做好整个审慎的评估。至于我是地方首长，新北市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核废料，到底我们的核废料还要摆多久在新北市？因为一直告诉我们核废料四十年以后就要移走，到现在为止，中央迟迟都没有做一个承诺或是一个处理。其实这才是新北市民最关心的。至于整个公投，是人民投票的一个最重要的权利选择，我尊重人民权利的选择，所以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角色，大家都有责任以及角色的扮演。我们好好的让所有新北市民关心的核废料，让中央也能够希望尽速的处理。